巴拉罐的核心的价值就是巴拉罐的最古老的古训，团结合作，积劳遵循。在部落当一个很努力的年轻人，又不想合作的，容易团结的。在当猎人的时候，是一个很棒的猎人，很有资格。对自己的身份的态度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掉下，然后一直到了一个没有态度的、没有智慧的长官，也很难呐。但是，对啊，就是这样而已，没有就很简单了。我一直在学习。